你好，国长，能不能采访你好啊？滚过去拿海鲜，我不接受采访。我采访完过了就把这个话筒送给你，要得不啊？那要得嘛，你采嘛。请问你当年只参加过高考没得哇？这个我可以毫不谦虚地告诉你，我当年只差那么一点就考入了清华，你信吧？你考了好多分哇？当年只清华大学一本录取线685分，我当时登记哦，我当时录科拢共一下考了68.5分，你说啊，我是不是差一点嘛？妈呀，乖乖，我感觉你有点不要脸，你才不止差一点，你直接差了8张元。啥子？我这个就叫不要脸？我跟你说啊，小伙子，你还年轻，活人呐、不能把自己看得太扁。虽然说我当年没有考起大学，但是我现在还是混得很不错。哥哥，你这个心态我说是佩服啊！你不以为耻，反以为荣。那你现在在干啥子嘛？我现在在花果山物业公司当管理。哎，对了，把你票摸出来我看看。那个我没买的哇。